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掉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安尼即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么咱这节目是伫阿宏中医药电台，那么每工拜一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，伊阮由小弟阿宏成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赶紧来看这个。也是社会新闻啊，也是政治新闻啊。那么这个大埔案，张清文、张新文啊，不是新闻哦，报告新不是哦，心是森林的森啊，森林的森啊，文是文章的文哦，张新文。那么定时的这个所在水深超过200公分，200公分，200公分，笑我，1000公分，哎呦，不止哈、来，这是。联合报新闻网，2013年9月24日早起3:18发布的。那么苗栗检警侦办德兰镇大埔张油房头家张新闻，也来
溺毙哈，毒死的哈，毒死这个案哦。那么长三刀转回大埔桥，伊抽水抹打，将桥卡水沟啊，伊的这个水抽哦打。初步判定，上界深的所在达到228公分呢，但是并无发觉可疑的这个迹象。张清文家属专案举办头七发挥，场面肃穆哀凄。检警从早起10点再度返去到大埔桥卡啊来采证，并调来大型的这个抽水抹打啊来抽水，大概也差不多1点外钟久。那么看到排水沟底的这个所在是算讲漏斗型的啦，哦。那么鉴定当时口线测量最深，啊，甲离岸伊的这个距离哦，历经4点钟久，换这个抽水采证，鉴定初步测量排水沟上界深的所在达到228公分。张新文电视的这个所在最深嘛有217公分啊。那么方圆1公尺，最深200公分，排水沟底的这个底部并无发觉到可疑的这个物品。那么张新文伊的这个长子张元和，那么张家伟林律师、詹顺贵等，嘛伫个现场啊来关心啊。那么根据詹顺贵伊伫个讲啦，张新文死了后6天，检警才来抽水采证。伊惊讲哦，大雨会这个冲哦，加上人群伊的这个污染，相关伊的这个基情恐惊会来毁灭啦，哦，毁损啦。那么张元和无奈伫咧讲啦，无论结果如何啦，家属拢会承担啦，只希望讲哦，因老爸会当安心行完最后的这个。这条啦，啊，唔当这条大条啊，细条我唔知啦，嗯，那细条是较阴间啦，大条是较天庭啦，哦。那么张家亲友昨暗为这个张新文哦举办着头七的这个发挥，28日将灯会、张药房、原址举行告别式。张元和伊伫咧讲啦，27日下晡吼，大兴将到这个搭设这个算讲这个坪啊，吼坪街进行了上镜发挥，个别是伊的这个诉求简单隆重，和老爸啊一路好行。好行也是安尼啦，歹行也是安尼，嘛都爱行就对啦。敢若咱人呢，这条路拢爱行啦，唔管讲你好行歹行，拢也都爱行啦。你讲对唔对啦？嗯，好啦，有关大埔案，好好的拢敢若死2-3个的啦。当然啦，有的是破病，啊本来就艰苦啊，啊好啊归去啊，顺这个势啊。对唔对啦？啊，死一条命，伊政府伊都艰苦啊，济过啊！你讲对唔对？嗯，好啦，咱讲到这就结束起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
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